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慈悲法语》。内在美通常比外表美更能显出高贵，美而无德，有如没有香味的花。德行是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，知足的人永不会穷，不知足的人永不会富。我们每天张开眼睛看世界时，记得也要放开自己的心眼来看世界。别人认为你是哪一种人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到底是哪一种人。孩子是映照父母行为的镜子，认识自身的缺点是一个人最高智慧的表现。处于情爱中的人往往透过望远镜看东西，处于羡慕和嫉妒中的人则透过显微镜看东西。美德是健康，恶习是疾病，随缘拥有，不渴求拥有。随缘而为的话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；勉强而为的话，成功不好，失败也不好。凡事随缘，但求心安，任何情况任何结果都接纳，都满足。即使在小地方争得一点利益，人生仍然充满了苦。故意刺探他人隐私，设局试探他人，都是相当不礼貌的。用感情生活的人的生命是悲剧，用思想生活的人的生命是喜剧。能够广交朋友自然很可贵，但若能化敌为友，更能见出一个人的智慧和涵养。只要身体健康，并拥有知足的心态，坚强的意志，无论物质条件如何，都能享有快乐平静的生活。
对一个有智慧、懂得以正念面对人生的人而言，生命中一切的际遇都是成长的好机会。格言别录四，我们的世界往往被自己的成见所局限，成见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一生。与其说许多冠冕堂皇的话，不如闭上嘴巴，实际发心，身体力行。自己错了要承认，不管他人是否比你错得更多，那不会使你的错误变成对的。不管别人对不对，自己做对比较重要。有钱不是坏事，由不正当的管道取得才是坏事。有钱应该知足，并且将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。漂亮的脸孔是给别人看的，智慧的头脑才是给自己用的。不管是不是有钱，节俭勤奋依旧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美德。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。无知不一定是罪恶，但使人走向痛苦，有智慧才能引人走向幸福安心。不能达到解脱的境界，不是没有智慧，而是因为还存有贪嗔痴的种种情绪起伏和执着。悲怨大的人，智慧也会比较大，因为当你关心一个人、体谅一个人、帮助一个人时，你就能从中增长许多智慧。我们可以从孤独、寂寞中淬炼出智慧和解脱之道。没有对事物有透彻的观察，就会引出人性内心种种的不安与自卑。唯有通达事理的人，才能对治人心的脆弱面。当我们一无所有时，便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然而事实上，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但却设计成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。这种感觉乃根植于我们的恐惧，恐惧孤独，恐惧改变，恐惧事情无法解决，恐惧自己不存在。人们一生大都是与世沉浮，在追逐感官享受当中度过，即使为此付出严重代价，也在所不惜。
人生的烦恼，大多在于知道的太多，而做的太少。生活是苦还是甜，完全是个人主观的感受。利益有情，诸佛菩萨进一步教导我们，应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优先目标。我们不应将自己的利益列为最高优先，而应将其他有情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。发愿利益一切有情，而这也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真正理由。这种利他心远比只求自我解脱要殊胜得多。为利益一切有情而发菩提心，不但能利益其他众生，也能为自己带来利益。一切的用功与努力，最珍贵的价值就是这颗利他的菩提心。我们应升起菩提心，发愿要使一切有情从苦中解脱，并帮助他们成就究竟的菩提果位。为升起利益一切有情而成正觉的菩提心，必须先升起对一切有情的慈心。当希望母亲幸福安乐时，自然会希望他所获得的是究竟安乐，不是无常的，也没有坏苦。如此的愿心将会增长我们的悲心。学习以己之乐交换众生之苦，你就会开始升起真正利他的菩提心。训练自己长养愿母亲能得到幸福安乐，并远离一切苦及苦因的愿心，这就是在修持慈悲心，而这修持最后将使你自然升起利他的菩提心。真诚利他心的升起与实践，使我们能有效地帮助其他人，同时能净化我们的恶业，并累积功德。无论我如何看待自己，都应安住在诸法本来的究竟实相上。无论行住坐卧，我总是持续安住于实相的真实本性，安住于心性的本来面目。假使一切所为只为自己的目的或目标，我们定会因而受苦。若一切付出都是为众生的利益，最后定能品尝安乐的果实。
上师是三宝的本源，一，要成就道次第，以及真正开始禅修道次第之前，最重要的前行是要修上师相应法。因为没有修上师相应法，就没办法获得上师的加持，没有上师加持，就没有办法升起整个道次第的证悟。所以，我们想要任何的证悟，都必须以修上师相应法为基础，再加上修浅加行，才能够有所成就。透过上师融入你的心，住在你心中，加持你的心，你才能升起道次第的证悟。训练自己最重要的方法是在一指上师的基础上，在圣道三要中修心。此外，尽量借由修持密乘、接受教法、本尊法的试论等，在心中造下善的习气。尽你所能，做一切事，以留下最多的善习气，借此，你能迅速成就佛果。修行要成功，最重要的就是一指心和悲心，这是和谐的因，那是最好的修法。对他人的悲心能减少所面对的问题，大家也会帮助你。一指心累积广大的功德，良好的三昧耶带来内在和外在的成就，有了明辨是非的智慧，一切都会随之而来。你受越多苦，就越需要仰赖和依止上师。是中华印经协会，本会成立于2001年，以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。在慈悲置业中，中华印经协会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。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，大量畅印各类佛教经典、书刊、漫画，并录制录音带、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与大众免费结缘。结缘品有浅显的佛教漫画、卡通，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、佛法浅说、因果故事，以及佛经重点集录、抄经本等等，品项众多，无法一一介绍。这近20年来，中华印经协会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超过1661万7139万册，
加上有声影音系列，总计已超过2,374,9,909万册，受惠大众不计其数。此外，印经协会除了印赠佛书结缘，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与印制大乘佛教经幡，并在宜兰、苗栗、嘉义、屏东、恒春等地建造大型的佛塔，塑造约20万座华严经塔及小佛塔，同时印赠30,000个转经轮，分赠海内外各佛寺、佛教中心、道场及一般大众，以推广和教育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。书是最好的礼物，阅读是最美的习惯。我们深信，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教育可影响人格。印经协会借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，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，建立正向人生观，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、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。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，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止，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每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堰口法会。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，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，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。这是佛陀的心愿，这是菩萨的心愿，只要不断弘扬佛法，就会有那么一天，不在乎需要多少年，不畏惧路途多遥远，只要佛法尚在人间，世界有一天会改变。不要光活在人的世界，请记住我这句话，不要光活在人的世界，得众鬼神亲，你有道德，这些鬼神就尊敬你，你还会为他们放生点灯施食给他们，他真的把你供养像佛一样啊！你这一些天神都赞叹你。如果你真是想要成佛发菩提心，哇，上帝都护持着你，你在这个世间无所不成就，事业一切成就。所以各位，掌握住你的心，就掌握全世界，掌握所有的生命了。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疼爱那种精进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老师知道这个小孩子要出国留学没半毛钱，但是他很精进，老师会帮他募款的，让他出去的，真是如此的啊！同学也会帮他出钱的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那如果你这个人发菩提心是为众生要服务的，谁都要护持你，把你当王一样，法王嘛，因为你安住在菩提心，你就是我们的领导嘛，心灵的领导，叫心灵导师。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掌握住啊！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具足难得可贵的菩提心，那一心只想着别人，想着众生，
如何让他离苦，如何让他们成佛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哦，我今天吃饭，愿所有众生都成佛啊，具足佛法，是为这个而吃饭，为这个而念经，深切祈愿实践利益众生的大行，真实的来做，那这样将能够得到所有善法，善就是属于善有善报的利益。你要福报吗？你要做一百个国王吗？啊，做国王有什么痛苦了？有什么快乐了？但是做国王是为了引导别人成佛，那好吧，那就用吧，啊，那就尽量努力吧，啊，所以各位，有一个菩萨说他儿子要选立法委员，问我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立什么法？放生啊，不要堕胎啊，未婚妈妈班啊，你我说你儿子要选立法委员，要立这个法，你要发这个愿，一开始很困难，你发这个愿，一定可以做到。你发的愿是正确的，龙天护法都要帮助你，啊，所以各位呢，要升起这个可贵的菩提心，而且天天想着众生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